大家好，我们是辅仁大学足球队，我是九号吴彦素，我是十一号李志文。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台湾运动产业博览会，让我们一起为大家做开箱吧 ，Go！ I'm number one， 100%， 100%， 毋庸置疑。那个31被人家抽走了，我希望还要，我觉得我要拿，希望我还有机会。对啊，很不容易。没力了，没力了，没力了，会喘。这边这个运，这边的体验活动很好，可以来当面一天见那个一天那个活动的量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像我就快不行了，休了休了休了，累了。我们打个飞镖，哇！嘿嘿嘿！完美了。啊，有没有看那个脸？有没有看那个脸？怎么样？献给中烟运动产业博览会。好，我可以带着上去。哎，不是啦，好，没问题。哇，你是往哪边冲啊？双倒流。没？嗯？有几颗啊？五颗。为什么？安内北山。放来，哎！啊，那看那个投手，来看那捕手接球。全雷达，全雷达，嘿！哎，怎么这样？哎，三振了，两个出局数了，不是打球的料。那个只是游戏，你怎么样了？全都打光了。我不意外啊，我不是这个专项的。人造的那个滑雪，我觉得还蛮好玩。有机会的话，会想要出国去。体验一下滑雪这个运动，九片，对啊，就给这个产业博览会了，蛮开心的，嗯，不错。哎，志文电话，哎，继续哦。哎，谁打来？对，不错。对吧？没有，我们在练球。对啊，我们在球场。哎，球场有没有看到你教练？对啊，你们怎么没有来？你确定你不在吗？差一点。快进了！哎，教练怎么挂掉了？哎呦！哎呦，阿叔抓到了诀窍了。有些东西是讲求天分的，真的。哇哦！你没有看到我的火？你没有看到我的火？你没有看到？谁啊？谁啊？是我换我玩的。喂，今天怎么也在这里？啊！再见。没有，等一下看，他现在1-0，我的1-1比他。